喽大家安安，我是刚从美国回来还在调时差的李佑。本周的新闻让我用一首歌来总结。AI 到底大润发在哪里？近期从 OpenAI 最新发布的语言模型 GPT-4o 到 Google I/O 大会上 Gemini 一系列的升级，接着本周微软举办的 Build 2024年度开发者大会，可想而知内容通通脱离不了 AI。 而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呢，就跟 OpenAI 有关哦。一周前才发布的 GPT-4o 语言模型却遭到美国演员史嘉蕾·乔韩森指出， GPT-4o 里面的其中一种声音 Sky 跟他本人的声音非常相似，他感到震惊跟愤怒。而在同一天， OpenAI 就宣布暂停使用 Sky 的声音。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容我娓娓道来。其实当 GPT-4o 发表后，机器人流畅又富有感情的声音就让不少人联想到2013年的一部电影《云端情人 Her》。故事内容是在讲述男主角西奥多跟 AI 作业系统沙曼珊发展出的一段恋情，而这个沙曼珊就是由史嘉蕾·乔韩森配音的。OpenAI 执行长 Sam Altman 还在 GPT-4o 发表的当天，在 X 上发布了一篇推文， Her 似乎就在影射《云端情人》中 AI 跟人类的关系。我们再回来看到史嘉蕾·乔韩森在本周发出的声明稿，表示在去年9月 OpenAI 执行长 Sam Altman 就有询问过他是否能替 ChatGPT 4.0 提供声音，但他经过考虑后决定拒绝。他表示没想到 Altman 会使用与他如此相似的声音，连他的好友跟新闻网站都分不出差别。为确保人权能够被保护，史嘉蕾·乔韩森也聘请律师，要求 OpenAI 撤下跟他声音极为相似的 ChatGPT 语音，并提供研发语音系统的详细过程。对此 OpenAI 则回应， ChatGPT 语音助理的五种声音都是邀请专业演员来录制的， Sky 的声音并不是史嘉蕾·乔韩森的声音，但基于尊重，他们将暂停产品中使用 Sky 的声音。看来又是场罗生门耶。但是啊，自 AI 急速发展之后，各种肖像版权的争议层出不穷，要如何做出规范又不会局限发展，真的是一个蛮值得深思的问题。你呢，对于 AI 你是持保守派还是开放态度？为什么呢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。再来第二则新闻，就是前面有提到的，微软在本周举办 Build 2024年度开发者大会，同样展示多项 AI 创新功能。不过在这场开发者大会前夕，微软发表了全新的 Copilot Plus PC 架构，替新世代的 AI PC 设下标准。如果你近期有想要买笔电，就要留意相关规格咯。假设没有符合的话，未来 Windows 一系列的 AI 功能可能就无法支援了。所以要怎样的笔电才能称为 AI PC 呢？目前需要符合三个条件。一、采用高通 Snapdragon X Elite、 Snapdragon X Plus 处理晶片或未来发表的 Intel AMD 处理器。二、拥有 256GB SSD 以上的储存空间。三、至少 16GB RAM。 由此可知， Copilot Plus PC 在基础架构上就很强大了，同样采用 Windows 11系统。最厉害的地方是能藉由内建的 NPU 启用多项独家的 AI 功能，像是能够使用回忆的功能，搜寻先前自己在 PC 上的操作记录、曾经浏览过的文字或数据等，就算在离线状态也能使用。另外还具备即时翻译功能，支援40多种语言，可以透过 PC 把任何音讯转为英文字幕，并立即在应用程式的荧幕上显示。而首播的 Copilot Plus PC 一共有七大品牌，包含微软旗下的 Surface 以及 Dell、 联想、三星、 HP、 Acer、 ASUS， 预计将在6月18日起陆续在全球开卖。你期待吗？从去年的各种 AI 软体工具到今年的 AI 手机、 AI 笔电，各大厂都在抢食 AI 这块大饼。但身为一般民众的我，有时候还是觉得 AI 距离我好远，我真的用得到他们吗？有没有踏油有这种感觉的？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好吗？好的，看完两则很硬的 AI 新闻之后，我们来聊点跟时事有关的内容吧。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，该如何保护好自己呢？请善用你永不离身的手机好吗？不管你是 Android 还是 iOS 的用户，请把以下的设定学起来。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， 可以在健康的 App 里面点选右上角的头像，然后医疗卡的部分编辑，
在下面呢，你可以输入你的出生日期啊、医疗状况、有没有过敏的反应，最重要的是要加入紧急联络人。这样一旦你不幸发生意外，医护人员或是一旁的救助者就能在不解锁手机的情况下，透过按侧边按钮跟其中一个音量键长按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医疗卡，就会有你的医疗资讯或是联系到你的紧急联络人。那如果你拿的是 Android 手机，我今天用三星手机做示范，一样可以在设定往下滑，找到这个安全与紧急状况，这边有医疗资讯，一样可以输入你的状况，接着紧急联络人也可以输入你的家属或是亲人等等，这样一样设定好之后，一旦你遇到一些紧急状况，同样可以透过按侧边按钮跟音量键长按联系到你的家属。那有在看影片的踏友等等，就赶快设定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咯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周的三则科技新闻，有什么心得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，希望你不会被 AI 淹没啦。那我是李友，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抱歉，本周还在时差地狱遇到了消化瓶颈，所以只好再次献出我的歌声了。AI， 所以到底大润发在哪里，有人知道吗？